1932年3月，在中国南京政府的多次催促下，国际联盟组成的调查团到达中国，实地研究中日冲突的原因。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代表组成，团长为英国人李顿，史称李顿调查团。军部命令，招待和防范调查团的工作由情报部门牵头负责。 请情报部副部正荣主任讲话。司令官，各位，东北抗日救国会经少帅同意，决定派我亲赴哈尔滨，指挥协调各部义勇军以及东北的地宫人员，全力保护和配合你的调查团的工作。马占山现在情况怎么样？他会不会还惦记脚踩两只船？ 历史选择了马占山，我们也采取了有效措施，帮助马占山选择历史。哎，对了，干爹，过几天调查团可就到黑龙江了。关于会晤的事儿，王主任从哈尔滨派了信使过来，想看看您的想法。你传信给王主任，就说哈尔滨日本人监视甚严，我军秘密会晤，唯恐不周啊。我想好了法子，跟他们就在齐齐哈尔会面。根据帝国政府和军部对调查团接待的指导意见书，我们成立调查接待委员会，选择可靠的白俄人和满洲人进行礼仪、服务、监视方面的训练。万斯白先生，意大利人，在满洲工作了20多年，是一位资深的情报专家，现在是情报部白俄主管。 鄙人愿为大日本帝国服务。万斯白先生，这位是我从欧洲特意请来的情报参谋星野少佐，负责调查团的监控和接待。后藤大卫，宪兵队长，负责防谍和治安工作。万斯白先生负责这次任务中所有白俄方面的配合与协调。 这边翻译，下集。帝国政府和军部对调查团接待指导书，这太及时了。对于咱们组织爱国人士和调查团会晤，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是啊，这本身就是揭露日本人掩盖侵略的有力证据。对了，要尽快送到顾博士手里。这个好办。 我可以让心如直接带进马甸，他在马甸进出很方便。等等，敌人绝不会那么大意的。调查团一到，进出马甸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今天晚上之前，必须赶走所有的住客、所有人员，包括大堂领班、门卫、侍应、女招待在内的所有人员。 均由我方人员接替。少佐先生，你这是开玩笑。马甸是本地最文明的高级新饭店，而且饭店楼顶挂的是法兰西三色国旗，非常时期。考虑后果。上任的原则是商业信誉，而不是政治倾向。 我们可以包赔所有的损失。很遗憾，不能为一时之力玷污我们点纯洁的声誉，特别是光临的各位贵客，光临的食客。察接到举报，正在家里调查夫人被绑架的事情。夫人的她去哪里了？早上有两个白种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夫人急急忙忙的跟他们走了。 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问题会解决的。远志，先到！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是在和我作对，而是在和一个伟大的国家——日本较量。走，预备，快点！预备。 Miss Zhang， 哎 ，Miss Zhang， 等一等，你去哪里？嗯？装什么好人？我们丢掉了饭碗，不都是你们逼的 ？No，Miss Zhang， 你也不能走。这里有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你，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找星野先生。参加欢迎舞会？不，我家里有事儿，不去。 你干什么，江小姐？江小姐，你是马迭尔的招牌美女。如果你的美妙的身姿不再误会，马迭尔哪儿像一个国际性的酒店？这种气氛下，我没有心情。秘书小姐，这不是邀请，这是命令。先生。 参加舞会需要一些衣服和首饰，我要回家一趟。绝无可能，不许离开饭店半步。总经理，对不起，本小姐宁死也不愿在社交场合丢人。江小姐，江小姐，星野先生，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Miss Zhang 也是出身名门，也是本地的名人，让她打一个电话。 让家里的人把一些他需要的东西送到这里，你看怎么样？电话不能打，不过他可以写一个条子，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派人去取。谢谢。你有过女人吗？一张条子能说清什么？那就没有办法了。 江小姐啊，别将就，总是有办法。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她一看你写的条子，她马上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安娜，安娜吧，找我的司机，他知道安娜住在哪里。好，安娜是什么人？哦，星野先生。 安娜是酒吧里的一个有名的歌手，白种人，很有名。其实我们的名单已经有她的名字。白种人，那这件事情由你去负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Miss Zhang， 你看，只要人是。 什么事情都非常好解决，对不对？把张心如扣押在饭店，切断了我们和调查团的联系啊！联络不上顾维钧，就无从得知调查团的态度和日程安排。与马占山的会晤无从进行啊！ 手艺啊，我们低估了敌人的防范。我觉得应该是心如没有预料到，所以才会让这个安娜以取衣服的名义来通知我。安娜，她是我们的同志吗？哦，不是，是心如的朋友。 安娜认识你啊？啊，见过两面吧。她一直以为我是心如的秘密情人。怎么？你们两个重修旧好了？没有，我们只是工作配合嘛。你也知道，她都已经有丈夫了。哎呀，你们两个呀，老师，还是别说这个了。 马占山那边的情况，我想是不是我应该去一趟，落实一下细节。我想今天就动身。调查团今日下午5:30到达哈尔滨，一行共96人，代表和随员43人，已入住马迭尔宾馆。这是马迭尔饭店主要代表的房间，对面的房间，我们安排了密探24小时监视，对于各个可能出入饭店的代表。 我们配备了懂英语的密探跟随，可以说是全程盯人式的监控。后藤队长，你要采取有效措施。除了我们安排的人员，所有试图接近马甸饭店和接近调查团的不明分子，一律逮捕。女士们、先生们，本人顾维钧是国联调查团中国随团顾问。下面，我荣幸地向各位介绍在台上就座的各国委员。 调查团团长、英国委员李顿爵士，美国委员McCoy少将，法国委员克劳德中将。韩志鹏。杨老弟，哎呀，没事吧你？没事，想不到吧？去吧，来，哎，对了，小李子，哎，你呀，马上准备点好酒好菜，我跟杨老弟好好喝两杯。好嘞，哟，马主席呢？我来了也得拜拜山头啊。马主席去邓文那儿了，明天一早就回来。那齐齐哈尔会晤的安排现在怎么样了？已经派王参议主动联络程志远了，很快就有回信。程司令。 马主席让我捎个话了。上次他突然出走，把你一个人留在省城，也是没有办法。你是他最信任的兄弟，他不相信你，又能相信谁呀？目标进程志远家多久了？刚进去一会儿。宪兵队5分钟后到。 让他们把这里团团围住，一个人都不许放走。是。The sound is as beautiful. 陈先生，好久不见。 尊敬的卡普兰先生，能为我引荐这位美丽的小姐吗？张小姐戴的这枚红宝石戒指可是马来西亚所产。 先生果然慧眼过人，不过他的产地不是马来西亚，而是印度，是我的姑父从一个英国商人手中高价买下的。你的姑父眼界不凡呢，一定是一位珠宝大家吧？顾先生走眼了，他是一位银行董事。顾先生真是心情真善。与我们两枝花密切着，一谈起话来，把身边的人都给忘光了。所以啊，他也怕你在日本人的为难。报告，不好了，宪兵队把咱的宅子包围了。什么？你是不是把人盯梢了？不可能啊！我来的时候够小心的了，如果被人盯梢，别说了。 来，跟我躲一躲。好，好，信也先生，你不许激动。住嘴！转告贵妇，老板同意绕到黑河与马秘密会见。姑父说情况有变，马老板想在齐齐哈尔签约。1周后有去齐齐哈尔实地的行程安排。 你看，那是这样的表情。你羡慕、嫉妒，我觉恨。如果在江桥的抗日现场，马老板突然出现在调查团的面前，而这个时候，警戒的部队早已经成为抗日部队，顾先生。 是不是觉得很有戏剧效果呢？那当然很好，不过调查团的安全不能出乱子，一定要绝对保证。拿下！为什么不及早汇报？你不要轻举妄动，明天一早我赶过来。这个人一死。 必定说明齐齐哈尔出了问题，马占山和他的情报人员就会怀疑清查，你收买的这些人就会失去利用价值。请主任指教。对于剿灭黑神的反抗军来说，陈志远是你手中最有力的一张暗牌。中国的象棋。 你听说过丢车保帅？怎么回事？王参议被日本特务抓住，结果自杀了。常务旅长要求与马主席见面，说亲自把遗体送回来，给长官一个交代。计划出问题了。那个林义秀是从我家抓走的，我脱不了干系，就派人彻查。 这才知道是谁出卖了咱们。带上来！沈长浩，马正官，大爹，这是我安插在省城的情报组长啊！大哥，就是他出卖了王参议。马长官，你听我说，马长官，我是被日本人逼的，我老婆大肚子快生了。 日本人拿刺刀对着他肚子，我没辙呀，两条人命的。你在日本人面前，那骨气都跑哪儿去了？看在你老婆孩子的份上，我就饶了你这条狗命。滚！滚！ 嫂子，老嫂子，我也想救王参议，可是我没有办法。老嫂子，我对不起大哥。起来，大哥呀，我马上通电，我要跟着大哥一块抗日，死也让我死个痛快！我大哥，兄弟，让你留在省城是我的主意，你是我换命的兄弟，我不指望你，我能信谁呢？大哥呀，兄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跟日本人撑着。 可是没想到啊，咱是王八掉进尿罐子里，憋屈加骚去了，大哥。大哥，你就让我反了吧。等等，我已经计划好了，再忍耐几天，国联调查团一到，你我兄弟里应外合，咱们在各国委员面前正式宣布抗战到底，收复失土，那动静气氛，岂不是轰轰烈烈？ 举国振奋呐！大哥，兄弟听你的。这边请。你好，先生。你好。请。你不能进。 这次调查的重要证人马占山，郭博士，您是否已经有所安排？我的中国同志希望能够在时间、地点和具体细节方面与调查团取得一致的意见。很好，那我们就仔细谈谈。马占山想在齐齐哈尔建调查团，绝不可能！给本张上司令发报。 请求立即派兵增援齐齐哈尔。现在满洲各地抗日义勇军活动加剧，关东军兵力本来不够，损失大，补充有限，哪有力量增援？那就直接向东京军部求援，要求从国内调兵。内阁一直以外交为由，反对增兵中国，特别是调查团在满洲期间，容易造成国际压力、舆论。 和外交被动，调查团让这几个老家伙做梦去吧！通知吉田顾问，就说齐齐哈尔闹瘟疫或者铁路被炸，管他什么理由，拒绝调查团去齐齐哈尔的要求。不能放弃调查团的行程计划，不能因为日方的一句话就取消了。龚博士，我非常理解你的立场，但是。 我是一团之长，不能不考虑所有代表和随员的生命安全。放弃，必须要放弃。现在计划外泄了，不能冒这个险，更不能孤注一掷。我坚决不同意把宝压在一个我们控制不了的常志远身上。我跟你说，就我的了解，如果你没有其他方案，仅仅是这个理由的话，根本就说服不了马主席。所以得想办法，得想办法呀！ 这些可恶的东西，怎么会到调查团的手里？马甸的饭店有他们的特工，这些照片肯定是在哈尔滨西营找出嫌疑分子，顺藤摸瓜，一举端掉哈尔滨的地下组织。这就是我整个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话，收复哈尔滨便指日可待。东北西南三路反攻，收复哈尔滨，看起来是鼓舞人心呐。不过，吉林方面的义勇军能否全力配合，这谁有把握呀？ 马主席，这一点请放心，我会动身前往宜兰，去协调李杜、丁超各部落实行动计划。哈哈哈！如果是少帅的杨代表亲自出马，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样，我派一个联络参谋与你同行，负责解决指挥和通讯的协调配合，如何？感谢。干爹。嗯。 我想代表您去趟哈尔滨，和调查团先见个面，把会晤的计划安排落实。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您好，先生，这是您订的餐，拿进去吧。好的。徐北总先生，来吧。只是买烤也上架。哦，你好，欢迎。调查团专员布莱克斯雷教授。你好，韩志鹏少将，各位请坐。哦，请坐吧。 马将军委托我，对李顿团长以及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坐在你面前的这位韩志鹏少将是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的代表。感谢马将军的问候，请问马占山将军现在在什么地方？马将军，我是马占山，传我的命令，开火，进攻！报报！ 马将军率领黑龙江省全体抗日军民发誓：海可枯，石可烂，国土未复，抗日永久不变。哪怕只剩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洒在战场上。好，抗日军已经完成对哈尔滨的战略包围。 如果再不增援，哈尔滨必将不保。本庄司令官非常担心，反抗军一旦得手，调查团的那些向东京发电，要求通知调查团立即撤出哈尔滨。调查团尚未完成调查工作，提前3天离开，这种蛮横粗暴的干涉是对国联和调查团的公然蔑视。事先确定的内容和程序。 如果日本方面说改就改，那么我们这些人岂不是变成了傀儡？终止这次哈尔滨的调查，每次都以安全不能保障这样的理由来提醒我们，怎么听上去有点威胁的意思？您访确实过分。中国的反抗军队难道会伤害调查团？谁都知道，他们盼着我们帮他们说理呢。 我认为各位委员的意见是一致的。不管战情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在确定的调查内容完成之前，绝不离开哈尔滨。那几个老家伙赖着不走，就是等着与马占山会面。 你们这帮蠢货，一点用都没有！国联有什么好怕的？干脆直接抓起来，别婆婆妈妈的，塞到火车上直接拉走。霸王硬上弓，你这是向全世界宣战。主任，最近顾维钧经常和调查团私下秘密谋划着什么，很可疑。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你是干什么的？说直接点。我在调查团的内线说，顾维钧很有可能同反抗军勾结。马迭尔饭店有他们的间谍。后藤大卫，你调查的结果如何？我们的驻点人员没有发现疑点，最有可能就是卡普兰和他的手下。 那个卡普兰顶多是个同情分子，倒是那个 Miss 张，一点破绽也没有，让我放心不下。这个张与顾维钧接触过没有？还有，他经常与什么人碰面？与顾私下没有接触，但是一个叫安娜的和 Miss 张在饭店碰面。安娜。 什么人？一个白俄女人，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还同法国委员克劳德关系暧昧。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什么不及时汇报？主任，这两个女人不是调查团的成员。 应该立即抓起来审问。安娜，克劳德，这里面大有文章。好，秘密抓捕，12秒。猫头鹰机构，张信如和安娜在饭店被抓了。什么？老师，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呢、啊，通知猫头鹰配合我们。感情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敌人有阴谋，我们要冷静。 司令到！首相全养义被铁血军人刺杀了。东京的软骨头们，通通的打掉了。军部。 从本土调派了5个师团的兵力，参加满洲作战。反抗军的末日就要到了。司令官阁下，马占山攻到了松浦，与哈尔滨一江之隔，远水解不了近渴。副部主任，你有什么建议？ 司令官，军事上我是外行，但根据最新的情报，围攻哈尔滨的反抗军倾巢而出，他们的后方非常脆弱，我们可以攻其不备，直插他们的后腰。想法很好，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关东军承担不起丢掉哈尔滨的风险。 不就是担心调查团那帮家伙吗？司令官大可放心，明晚之前，我可以让他们全部撤离哈尔滨。你有充分的把握吗？行动已经开始。 فاي شكوب خندين أنا سيو سينزان جوتين شدين تايو شدين تين بدين زويو。这怎么可能？从昨晚到现在，我就没有见过安娜小姐，她怎么会突然死在我的房间？这是阴谋，彻底的阴谋。李敦爵士呢？日本顾问把他叫过去紧急磋商去了。卡普兰先生。 今天我怎么没有见到 Miss 张啊？她没有来上班吗？不可能，她就是在办公室，他们不允许她回家。各位，这起事件，我们都明白，克劳德将军是无辜的，甚至是被陷害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事件。 绝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现在正是我们调查团坚持留在哈尔滨的关键时刻。所以，无论真假，这种丑闻给我们的调查工作都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日本吉田顾问建议我们。 迅速撤离哈尔滨，返回沈阳，而他们则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消除。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先生们还有什么看法？哼，很显然，使用这样的下三滥的卑鄙的手段，就是为了阻止委员们与马占山将军见面。 为了克劳德将军和调查团的荣誉，我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交易吗？不，不是交易，而是建议。对于调查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建议。不，这是讹诈，这是对调查团公然的敲诈和逼迫。 郭先生，撤离是调查委员会的一致决定。非常抱歉，尽管我个人对中国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恕我直言，作为一种高尚的品德，同情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还应该是一种作为。 调查团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依据公平的程序和规则，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报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求和平、讲公理，防止一人、一事、一国越格出现，将人类和世界引向不归之路。李敦爵士，麦考伊将军，我请问。 日本人挑起了国际大战，那么面对着陷入战火摧残的全世界，面对着运用现代武器自相残杀的人类灾难，你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将自己置身于世外吗？英国诗人约翰·唐恩说过：“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岛屿，而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就包蕴在人类之中。 所以，永远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敲响。郭博士，我很遗憾不能阻止大家离开，但我志愿留下来，回领事馆等待与马占山将军见面。 郭博士，很抱歉，作为团长，我不能留下来；但是作为个人，我的立场非常坚决。正如日本声称，为满洲的现有权利而战斗，把满洲当成生命线；但是同样，我们也要为国联的生存而斗争。 把当代世界的文明秩序当作是我们国联的生命线。我非常钦佩麦康伊将军的勇气，我也赞赏将军的作为。什么？意大利秘书。 真的这么说的吗？绝对没错。美国委员麦高伊想要独自去见马占山，疯了，疯了！这个野蛮的美国牛仔，他以为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吗？ 那就把他抓起来，蠢货！你以为是在日本东京吗？要先鸣队，是的。后藤大尉，立即保卫马甸，禁止任何人进出。马上回去，通知调查团，立刻收拾东西。 哦，我的上帝呀！哎，你这么结实，吉田顾问。 张小姐，千万别害怕，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啊！不要搞辜负。李顿已经同意派美国代表和两位记者赴江北同马将军会面，转告姑父到美国使馆见。张小姐，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有结果的，你说呢？没关系，没关系。Mr. Liddell, relax. I have Mrs. Zhang. 哦。 愿上帝保佑你。没事没事没事。Mrs. Zhang， 看看，你的脸都花了，去洗洗，不要让人看到你的人字花，是造福民众。去吧。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强盗！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哈尔滨出现土匪暴乱，这里马上就会变成剿匪战场。为了各位代表的安全，我奉命通知调查团，立刻收拾行李物品，下午6点准时登车。无耻！你们关东军没有权利支配我们调查团的行动。我代表国际联盟向你们提出严重的抗议。尊敬的雷霆爵士，一个也跑不了，特别是麦考伊少将。 张小姐，怎么了，张小姐？我肚子疼，我要去卫生间。少佐先生，你可是人吗？你们这样做是违反人权的，我要到国联，控告你们的野蛮和兽性。少佐先生，你难道希望？ 全世界都议论日本军队是如何对待无辜妇女的吗？这事情不能太过分。后藤君，各位代表，请回吧，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走吧。不是，你现在让欧拉也照顾，放心吧。 心里有数，现在我们该看看审议的问题了。你们的人在我饭店里有吃有住，我会给你提供一份详细的账单。你去马迭尔附近查看情况怎么样？现在宪兵全面戒严，很难靠近。你们想干什么？盯死调查团每一个人，直到火车开动。出了问题。 你们通通谢罪自杀！真是太遗憾了，他们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啊，让我们走吧，太不讲道理了，真是不够理解。多保重些，再见。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再见，愿上帝保佑马迭尔。 愿上帝保佑马迭尔和他的天使。马迭尔的天使在天上，为各位祝福。情况怎么样？调查坦白，日本人武装胡索，全都上火车。嗯，心如呢？请司令官放心，调查团已经撤离，绝不会出任何问题。是。 希望，你不适合待在这里，回欧洲吧。从今天开始，你给我盯住这个卡普兰。嗨。 这个抽要慢慢的算，我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把他的骨头一点一点的搓成灰，撒到松花江里。可我不明白，卡普兰用什么办法让 Miss Zhang 消失？卡普兰在建造马蒂尔的时候，就设计了一条密道，从他办公室、卫生间、镜子后面，一直可以通到饭店外。来，先喝杯茶暖一暖。 调查团成员已经全部坐上火车离开了。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没有。顾维钧告诉我，李顿派了美国委员麦考伊少将和2个随行记者到美国领事馆，让我们安排他们去江北和马占山会面。好，你们把小鬼子给我盯紧喽。告诉邓文，明天我过去。嗯。干爹。 杨守义从湘防冯占海旅长方向来电，调查团美国委员麦考伊少将和2名随员从他们那儿过来。干嘛让他们冒这个险呢？等咱们拿下哈尔滨，大大方方的和他们见面，多带劲儿！估计是打前站吧，毕竟是在打仗期间嘛。也是啊，这个小日本也不可能让他们轻易的溜出来。哎，这个行动计划周密吗？ 杨守义亲自护送，应该差不了。非常感谢樊司主任，我们布置在美国领事馆外的监视密探被杀了。什么？在这里，美国人不会杀密探，肯定是中国人的特工。他们想护送记者去见马占山。 我马上下命令，搜捕这2个漏网记者。等等，想想，他们带记者去江北会见马占山，会怎么走？拿地图。不许说，可以的。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Miss Zhang， 走也不打声招呼，害得我们叫了一夜。糟糕！哎，即使骂人从你嘴里说出来，还是那么好听。走开！哎，这位先生是谁？ 很严肃嘛，他是我的姑父。哦，姑父，好啊，好极了。我很喜欢你这位姑父。嗯。马司马，嗨，是不是这两个记者啊？后场的 captain is asking you. Are you reporters? Hi. 统统带走！走走走走走，快了，我来。别动！动！别动！速度快！ 把枪放下！放下！把枪放下！同意，我同意，我们自己人。你是那个中国人，我不仅只有只手，我更忠于我的国家，中国。放下！ 记住，快！快走！守夜，开枪！退后！记住，记住，记住！注意，不要紧，没有生命危险。刚才肩关节伤，要马上手术，不然这条胳膊就没了。现在正在打仗，哪有条件手术？我送去哈尔滨。守义，别忘了你的任务，送记者去江北。这样吧，我送吧。 不行，姑父，北平需要你，顾博士还需要你的帮助。把秘书交给我，我把他带到哈尔滨之上。你放心，猫头鹰不会让你失望。好，来扶他起来，快！心如，守一啊，时间来不及了，按计划行事，快！是 ，Let's go。OK。打通了。沿铁路线发动进攻，守军林团长请求增援。小日本这是要掏我后路，海伦危险了，我军粮草弹药都在那，应该立即分兵增援。千万不要上了小鬼子围魏救赵的当。哈尔滨就在眼前，胜利指日可待。干爹。 海伦，咱也不能丢啊！哼，我还有一张妙棋，没舍得用。来人，电报通知程志远，让他立即反正。率部增援柯山，袭击敌人后路。我看这个马占山是疯了吧？哎，我的部队坚决不动，我是誓死保卫新国家的。动？为什么不动？不过，是换个袭击目标，不是克山，而是海伦。海伦告急，什么？什么事儿？程志远带兵偷袭海伦？不可能啊！老程是我铁杆兄弟，绝不可能背后插刀。海伦的吴旅长已经接敌，一旦克山失守，敌人两路进攻的话，海伦可就完了。马掌国，马家窗口被敌人突破，大批日军向松浦开来，哈尔滨没戏了。 赶紧撤吧！妈的，怎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志鹏，这个肇东方向怎么样？里海青部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正在组织防守。马长官，您赶紧带着队伍撤吧！这国联委员们还在路上呢。 干爹，要不这样，你们先组织撤退，我带一支队伍去接他们，然后直奔海湾。这里危险，掩护马主席赶紧撤。好，马主席。 有情报！没错，是他们。站住！站住！建斌和后藤都训过了，你为什么没死？篮球军哗变，他们要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白种人。白种人，你应该洗罪自杀。 白种人，你们差得远了。切腹自杀，才是最高贵的武士精神。可我不是日本人，我就是被日本人雇来的。 让你的人进攻，立时进攻！季馆长，敌人火力太猛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吃大亏的！你去督战，如有退却，格杀勿论！哎，打！ 这是我的人，报告！程克雷，在皇军的激励下，他们冲上去了，冲！他摆在这，给我杀！ 到前线去了，时间紧急，小李子，你把准备好的档案材料交给两位记者拍照，我去前线找马主席。好，哎，程志远干了件缺德事儿，怎么了？他们把马夫的墓给炸了。什么？志鹏，我对不起你干娘，生没让她享福，死也没让她安生。这世道都是日本人闹的，世道在变，人心也不能让狗吃了吧。 兄弟情分，江湖义气不能丢啊！咱中国人祖祖辈辈不就靠着这份良心活着吗？干爹，现在民国了，江湖义气得服从民族大义。我老了。 跟不上趟了，包扎下胸围，太珍贵了。每个都能上头条。放屁！我在松浦前线抗战。 拼了命的跟日本人打，就是指望着这些大国强国的代表们为咱们说话，这倒好，他们提前撒丫子就溜了。干爹，真是日本人拿枪逼着他们走的。李顿团长说了，东北调查要是听不见马将军的声音，那他满洲就白来了。他真这么说了？当然了，要不然干嘛派记者冒着被追杀的危险来见您呢？他们可不是普通的记者，是调查团全委派的随行人员。 王主任，杨代表，那么多人在哈尔滨深入虎穴、出生入死，为的啥呀？那不就是为了让您能够向世界揭露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吗？志鹏啊，咱们中国的政局就像说书里的江湖，各个国家呢也是江湖，未必就靠得住啊。干爹，眼下咱国家贫弱，没有正面对抗的能力，所以咱们更需要公理。有了公理，才有正义，才有献身的勇气，才有胜利的将来呀！你打小给我当兵，现在说话跟个教书先生似的，一套一套。整理的材料完全可以说明，蛮州国就是日本的傀儡。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马将军？我简直太崇拜他了。对，这些新闻太重要了，我们要马上见到他。可能他现在正午缠身吧，一时没办法抽出身来。刚才我们的韩参谋长不是已经去通报了吗 ？OK, please wait here, all right? 好吧，好的，好的。冯占海旅长来电报说，美国委员麦考伊。 亲自过来，怎么没见到人呢？日本人已经提前把调查团给逼走了，奈考伊少将也没能脱身。这次敌人重兵出动，主要目标就是马主席。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了狠话，不消灭马占山，绝不收兵。老韩，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你心里边应该有计划了吧？ 说来听听。General Mao, in several telegrams which have been publicly disseminated, 马将军，对于您公开的几封信件里提到的 ，You criticize the Japanese creation of Manchuria, 日本制造满洲国的事情。Would you care to provide us with an insider comment on that? 还想听听您的看法。啊，我曾亲自去过沈阳、长春。 对于这个日本儿强力制造伪满洲国的内幕，我知道的是详细、真实的。民众之勇气，反抗之精神，是未来中国的希望。马主席是世界众知的抗日英雄，只要马主席在东北一天，敌人就不会安宁。General Ma, it looks like you're going this Heilongjiang resistance alone. 马将军，对于您。 单枪匹马在黑龙江抗战。What significance will it really have? 到底意义何在？我是个中国人，我也是黑龙江省的主席。我最大的心愿，那就是打走日本人，消灭伪满洲国，收复我东北国土，以保我同胞安居乐业的生存权利。 为了保证马主席顺利南下，与李海清不会合，就必须今天午夜出发。我带一支部队，在海伦坚守，为马主席、杨代表、两位记者和其他重要军政干部安全转移，争取一点时间。老韩，你想没想过这么做会很危险？就这么定了。 这边快点，大家抓紧时间，警务排的，快点！窦保忠，志恒，保忠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干爹，有些机密档案和重要物资需要处理，我迟一步就来。那我们在兰溪等你。哎，拜托二位了啊！这位是于连长，于连长会带着小分队护送你们去安达火车站。二位记者可以从满洲里接到苏联回国。太好了，非常感谢。参谋长，突围的队伍已经集结好了。我让你带的东西都装好了吗？都已经拖上马了。 出发！是。上总阁下，平贺旅团先锋旅队已从南面攻进海顿县城，反抗军主力向北突围，被我天野旅团击溃，反抗军狼狈逃窜，一直向正北，一直向东北方向。马占山会在哪里？季团长，黑河在海南的正北，马小个子一定在哪？ 命令部队改变方向，向城东北方向进发。嗨，不进县城了，追击马占山。参谋长，妈的，此人比天上不地上来，跟发了疯似的。 对呀、啊，归拢部队，往那边山上去。是，走走。季团长，这是公署马占山批复财务的报告。看来这小子真是往这个方向跑了。大道中尉到。 给本庄司令官发报，马占山上庆城山区方向逃跑，请求集中机动部队全力堵截。嗨！马长官，李海清的联络官到了，今晚亲自接应我们越过铁路线。好，石鹏有消息了没有？他们应该已经突围了。 怎么着？他们都睡了，啊，累得够呛。你怎么不睡啊？你怎么不睡啊？明天一早，敌人就会攻上来，让他们多歇会儿吧。 转一会儿，驱驱寒。真辣，不过爽快，过瘾。 这最后的酒啊，不能这么喝，得一口一口的品。打到这儿，只剩下20多个兄弟了。 不过，能死在你韩长官身边，值了。其实啊，我挺羡慕你们。我们？为什么呀？我当了这么多年兵，一直浑浑噩噩的，直到前2年上军校，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军人。 你不能光想着升官发财、眼前这点事儿，你得知道为什么打仗。没错，您说的这是信仰。有一个人跟您很像，谁啊？朱雨洁。 你说的是共产党朱毛红军的朱德，他也是旧军阀出身，在川军呢当上了旅长、军长，但他为了寻找真正的信仰，脱掉军装，到欧洲去留学，在那儿他找到了共产主义。 在军校时候啊，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介绍我也看过，但始终没搞懂。918之后，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我真佩服。参谋长，你还不知道。 其实，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让你留下来？现在我知道了。 谢谢。怎么样，像不像马主席？比他帅。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 来了，准备战斗。马占山出逃和泄密，并不是您一个人的责任。上拜乃兵家常事。万斯白先生，我的继任者决定你继续为情报部工作。主任，您走了，我留下来有什么意思？我也想辞职。 我的决定，你必须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很遗憾，不能为您送行。你已经做到了。 里顿爵士和调查团递交国联的报告书已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在正文第1至第8章的事实陈述中明确指出，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国际联盟各国拒绝承认满洲国。国联调查虽然告一段落，但我们坚持主权、收复失土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就外交斗争来说，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绝不能昧恋列强和国联的恩赐，必须丢掉幻想，但又不能自设藩篱，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和孤立起来。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当今之中国，这是一种觉醒。 也是一种进步。1932年10月，国联公布了《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实际陈述部分指出，东北3省属于中国领土。918事变是日本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但基于西方列强对中国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立场，对日本的侵略，报告书没有揭露和提出制裁，相反提出了一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进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 918事变成为中华民族痛醒奋起的历史拐点，救亡图存、奋发自强的爱国精神汇聚凝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勿忘国耻，自强不息。 抛弃。